打开一个树上熟的芒果，你们看一下，这种彩虹芒呀，都是生长在金沙江边上的，离太阳很近很近，所以啊，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。看看，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十几块就发一箱，真的一分不赚你们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张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摘回来的樱桃，现在正在给大家打包中。看一下，还有这边，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打包装箱的樱桃。喜欢吃樱桃的来找小张。这就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种的年苞米，一年只有一季，皮儿薄粒儿满，口口香糯，吃到直粘牙的玉米。这瓜行能好一点。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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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威阿威，你家的菠萝太好吃了，就是太贵了，要20多块钱一个呀。你听差了，20多块钱能买一箱呢。芒果啊，你们都吃过，在那种树上熟的芒果你们吃过吗？这个呀就是我家的芒果，看每个呀都是树上现采现发的，给你们打开一个，看果肉啊是金黄色的，口感呢是特别的甜，满满的都是果香味，果肉啊 Q 弹细腻，看看给你们选一个。如果呢你们也喜欢吃啊，今天农民打算自己卖，就挂下方链接，十几块满满一大箱，还给你包邮。精品全美 2K 啊，看这熟度，产地大量有货啊，宝树宝天宝黑籽，看着这里，来，这种好的，知道吗？嗯，你往上吃海草来了，谁那种啊？认识吗？蟠桃，以前呢，只有神仙才能吃到，现在呀，满树都是，大丰收，人人都能吃得到了。还没有熟，现在吃啊是脆的，不是那么甜。到家之后啊，放软了吃，特别特别的甜。嗯，小哥哥，哎，你家苹果看它真漂亮，给我拿一箱。哎，用不了这么多的，那是果园的，自己去摘去呗，遍地都是。那我下次想吃怎么办？下次想吃的小黄车里面十几块，满满一大箱。朋友们，来看一下，这些啊都是树上自然掉落的熟芒果。由于今年产地行情不好，还有很多啊都还挂在树上。来，打开一个看一下，每个都是皮厚肉薄，纯甜无私的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一顿早餐钱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。每一个啊都是这样的好品质，果肉呀金黄金黄的，软糯香甜。来，朋友看一下，这个呀是我们的春雪蜜桃，嗯，吃起来又脆又甜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，十几块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。两芒呀，真的是我的一个底线了，朋友们，不能太便宜了。就我手里面这个鹰嘴芒，看见没？每一个都是树上新鲜现摘的，吃起来又香又甜，而且肉厚核薄，水分还特别的多。喜欢的话来我直播间，一件啊真的只赚你两毛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新疆，今天给大家开一个我们新疆最大的西瓜。这是我们新疆最大的一个西瓜，而且特别特别的甜。我说100遍好，不如你们尝一遍的好。11月份的果冻橙，皮这么薄，汁水这么足，关键价格还便宜。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，给我点个小红心，带回家尝一尝吧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一棵3年生的恐龙蛋李子树，看一下它的结果状。摘一个尝一下，果肉全红，口感纯甜。哥哥姐姐，看到帮我点个赞吗？你看我家李子好好哦，把树枝快快都扎断个了，空心的脱骨的。